房，那我一共给你，我花了几百万买了，我买我自己住，我的住我自己住，你们还能住你们家？我怎么背着你住你们家？我还呢？我把这个都买了，我都订了，买了呀。你没去订啊？我在订人的，我在请请人的。啊，你还有光杆用啊？我订人的。有几多我你有几多我订人的有几多我现在当面我都没摆，要买没买。那些赶年代二十以上来几多我不够买，我都没有赶。因为要补贴的啊。啊，超过来你来买人的，人家没喊你，我讲啊，你不得了。你自己跟领导讲咧，你送要不要都没有讲，连帮我订人哋带住咁做。我反而再打电话问你点解啊？跟你讲咧，我会做啊，叫啥？因为你包的种系包到好经典咯，系嘛？廿几年咯，刚刚几年的啦。哦，廿几年咯。廿几三十年咯。哇，即系老品牌哦，南宁老品牌哦。咁样廿几年，生产咩单文的啊？你卖咩啊？我见你咁得嘅人咧。系啊。啊？我哋平时都系拍啲图条视频。哦。我见你啲整啲种啊靓咯，即系真材实料。就老南宁品牌嗰一种。我嗰种先走系老南宁品牌。咁现在整咁多，大多数都系批发咧，我。啊。所以我们省人省了不然。嗯。省人系紧少啲。节假日都系好多人嚟订喎。有。面熟啊。整個南寧老水街啲粽係最出名喎、可以。綠豆豬肉綠豆。咁啲糯米平時都係泡幾耐咁啊？喂，老闆，你話你向佢哋發過嚟嘛？買快咯。我諗住你問下，如果問翻貨，佢講遲有啲細要同點做？唔有幾講啊！依都緊年，你原來帶儲多法。咁你細跟住講一下，都試下啲都幾時要可以啊？幾時要？好似幾時要我就係提前定得嘛？係咁，呢一點我諗不到咧，我。相信你作起身應先可擁有，只相信時刻雙手找到我欲求。每一次汗水换每一个星洲，从来不收我低头。在这圈中经过神念流，每颗红眼光共每声有善笑。